有什么特别，其实在美国到处都有，它是连锁性的这种小型百货。不过很有趣的是说，你其实可以买到很多很棒的东西，只是你要我说出什么样很棒的东西，我也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几乎每一家店里面有的东西都不一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带你来去看一下。Marshalls 和 TJ Maxx、Ross、Home Goods 等连锁百货一样，是专售 Off Price 商店的店家。顾名思义，这些店的货源均来自于制造商的过季商品、退货、囤货等等。所以，即便是名牌正品，价钱却相当亲民，在美国长期受到消费者喜爱，把逛百货视为寻宝之旅。运气好的话，你会以令人匪夷所思的价钱买到品质绝佳的高档货。以 Marshall 来说，在美国就有超过1000家分店，涵盖达42个州，加拿大也有61家分店，是少数面临电商夹击之下还能顺利扩张的零售百货店。你 Under Armour 这样子很便宜吧？这个，你知道的 Under Armour 这个牌子吧？它的 MSRP 就是说它原本的售价是30块钱，可是在 Marshall 里面呢，它变成14块9毛9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你要买一些名牌东西给亲友的话，这是个挖宝的好地方哦。房子就有这么可爱的小锅，还有呢，好吃的巧克力、家具、园艺用品。还有洗澡用的东西，你日常几乎会接触到全部都有，最重要的是价钱很便宜哦。这一件是湖人队 Brandon Ingram Jersey， 如果你在 Staples Center 买一件的话，起码要100多块，但是呢，在这边你看到只要20块钱，够夸张吧？20块钱哦，是 Brandon Ingram Jersey。这个品牌是叫做 True Religion， 如果你很喜欢来美国 shopping， 一定知道这个品牌。它 这一件衣服呢，在零售的话是89块89，但是呢，在 Marshall 这边呢，它变成29块9毛9，厉害吧？赚到了！ Disney 正宗的这一件很漂亮，长袖的哦，8块钱，厉害吧？我原来只是想来逛街而已，是随便看看，然后录这个影片让大家知道。结果我又买了东西了，这实在太离谱了。每次来这边，我只是说想来看看而已，到最后都是2个小时才出来，而且是买了一堆东西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多可怕啊！那如果你想要找好的东西、好的地哦，我跟你讲，往这边跑就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 hit like。然后请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谢谢，拜拜。